天狼星信息，关于师门重要信息，通灵西亚卡特琳。亲爱的，我们在这个被称为师门的时期中间的重要日子来到这里，那时我们的心与地球之心紧密相连，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受到人类意识挑战转变的影响，不仅仅是人类正在从圣爱、和平与和谐的第三维度转移到第五维度，盖亚地球母亲和她所有的居民包括动植物也在进化，这些时代不可避免的会带来新的方式来应对旧系统的衰落和新的系统取而代之。作为光之工作者，你可以说是领先于游戏，你的使命是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保持坚强。你们中的许多人近年来一直在挑战现状，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你的朋友和家人在过去两年的恐惧之后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在这里让您知道您可能不知道的幕后正在发生许多事情。最先意识到过去两年疯狂的光之工作者现在也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他们开始质疑到底发生了什么。随着控制的放松，你将开始在这个提问中看到更多的主要媒体。纸牌屋正在倒塌，现在是时候展望未来，寻找对你隐藏的新存在方式了。作为光之工作者，这对一些人来说非常令人沮丧，因为他们周围的家人和朋友不相信他们一直试图告诉他们的事情，并且仍然继续保持睡眠，可以这么说。然而，这将改变，他们将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觉醒。不要纠缠于你的差异，而是专注于你的联系。当你和其他还在沉睡的人在一起时，不要争论或用言语挑战他们。即使他们的意识还在沉睡，他们的灵魂也会感受到你的爱。这是唤醒他人的新方法。作为光之工作者，你的气场远比语言强大。学会在这些人身边，你们将开始遇到其他更清醒并开始质疑现状的人。您只会知道何时是与他们交谈的正确时间，以及何时是保持沉默的正确时间。很快，你就不想和完全处于黑暗中的人在一起了。他们将有很多工作要自己完成。你总是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地方，帮助他人，所以，请记住，你们是多么的强大。正在发生的地球变化，涉及新的移动构造板块、地震、火山、大风和新的天气模式。人类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使用盖亚的方式，并找到不会伤害它的新能量形式。不要害怕，但另一场核能灾难迫在眉睫，唤醒那些仍然认为这是一种清洁能源的人。盖亚将有他的方式向人类展示他们在这件事上的错误。盖亚有许多其他更清洁的方式来给予人类他们的能量系统，这些将回到被黑暗面隐藏多年的光。既然黑暗面已经失去了对人类的控制权，银河联邦正在缓慢地向处于梦境中的人类告知这些新能源系统。未来现在将需要银河系的大量帮助，因为控制黑暗的黑暗势力已被驱逐出地球。我们之前说过，那些仍然持有黑暗力量的人将不得不改变或离开。这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正在发生，所以要为大量的灵魂离去做好准备。很快就会很明显，大型制药公司卷入了，
许多导致许多人死亡的黑暗做法。随着更多道德公司取而代之，这些公司将面临倒闭。有很多关于能源中断和食物和水短缺的讨论。为你不久的将来保留少量食物是明智的，但作为光之工作者，你会以多种方式被告知这一点，你只会知道该怎么做。随着更多有道德的公司取而代之，不道德的食品和制造公司将很快开始面临倒闭和消失。随着自助服务的大型政府遍布世界各地，生活将开始围绕较小的社区展开。正如你所看到的，世界各地将会发生很大的变革，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可以为地球上的所有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被黑暗面从人类身上偷走的钱将重新流通，真正足以让每个人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从事他们喜欢的工作，而不必担心偿还抵押贷款。这些抵押贷款将在流氓银行系统消失。当你们聚集在社区中，以实现这一目标时，工作将更多的围绕着治愈和照顾地球和您周围的其他人。当你前进到这个新地球时，在你自己的意识和盖亚的意识中都会发生许多疗愈。现在重要的是与你自己的灵魂联系，以清除任何最后的黑暗痕迹残余。走进内心，经常冥想，并与你的向导联系，经常走进大自然，让自己脚踏实地，很好的扎根和锚定。当盖亚经历这些变化时，照顾植物和动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感谢你们对盖亚的承诺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在不要放弃希望，因为你们很快就会得到回报。未来是光荣辉煌的，未来就是你们。像往常一样，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帮助和指导，但是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我们是天狼星，谢谢收听，感恩祝福。
Thank you.